将门内安装位置擦拭干净，注意是门内安装。拿出定位模板纸，撕掉胶纸，玻璃门缝与模板门缝中心线对齐贴好，注意粘板的凸起点远离门缝的两边，粘板空白处涂上免定胶。撕掉粘板胶纸，注意粘板的凸起点远离门缝的两边，注意粘板的凸起点远离门缝的两边，在玻璃空位处贴好压紧后，取下模板纸，拿出主锁划开上下两个盖子，将锁夹在粘板上，用四个螺丝固定。同样，副锁去掉上下外壳螺丝，夹在副锁粘板上，用四个螺丝固定。注意，免定胶需要72小时完全凝固，请勿用力拉扯。安装调试锁舌无阻碍进出。盖上后壳上下螺丝固定。安装调试锁舌无阻碍进出，安装完成。